各位朋友您好，在前几个星期我们节目里为您介绍的高平地区播出了之后获得一般朋友的好评，因此翠笛音筝全体的工作人员我们再度南下录制节目。今天我们经过了高雄市区，沿着整齐的公路，一边欣赏着两边绿油油的稻田，我们来到了一所学府，这里是培育专门技术人才的正修工专，校址建于高雄县鸟松乡，建校至今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它的校舍正好建在名闻中外的澄清湖畔，景色非常的优美，非常的宜人，同时在这左右两边都是草木绵绵的绿色山坡，在正前面呢正好是古典的圆山，在后面有小贝湖的天然湖水，正好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也正是读书修身最理想的环境。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里就是要为您介绍这一片欣欣向荣、充满蓬勃朝气的正修工业专科学校。各位朋友，现在我们又带您来到一处地方了，这里是正修工专后面的小贝湖。为什么称为小贝湖呢？那是因为它的地形低于大贝湖，而面积也比较小，所以有小贝湖的名称。您知道吗？
大背壶的功能是供给工业用水，而小背壶的功能却是储水灌溉。每年的储水大概是有6个月的时间，干旱时期也同样的是6个月。那么在储水的时候，就放租给农民，他们养殖淡水鱼，供人垂钓。干旱时期，农民就利用湖底来插秧种稻。由于土质非常的肥沃，稻子也特别的结实，因此也为农民带来了一大笔的财富。由于风光绮丽中还带有乡情，因此也让正修工专的学生们在这里念书的时候，同样的能够感受到自己家乡的那份味道。温上了我